蓝山驼坑道，到5点了，哎呀，早上8点到11点半，下午1点半到5点。毛毛虫，看到一个小小的一条毛毛虫那种。很多蜘蛛啊，哦，被拍到倒了。
就这样。我还以为我海底隧道可通到对岸上吧，看样子没有。东西啊！天道出口。
什么庙？供奉神明的庙。